主料：红枣10克，干百合40克，南瓜2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材料：红枣10克，干百合40克，南瓜200克，红糖1小勺，枸杞少许。南瓜去皮切成块，红枣洗净，用水滤泡一会儿，去掉枣核，干百合用水泡发，枸杞泡软。砂锅内加300毫升水，放入所有材料，大火煮开，加入红糖，改小火煮15分钟即可。甜汤做好了，烹饪技巧一定要多熬一会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